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大家好。今天我们也研讨《太上感应篇》汇篇第十九句，忠孝至二十八，请各位同学翻开课本二百三十三页，请看经文。古者伤主哀，而今人则不哀；古者祭主敬。 而今人则不敬，二者非礼，而葬之失礼为尤甚，故以此生智一焉。朱在安曰：“大夫三月，是一月，故不葬，则不辩服一时，哀亲之未有归也。” 今人或以风水之说，有贪求极地、千年日久者，有计藏多疑，礼行其绝者，不失古人卜地之意，为是孝子慈身。重亲遗体，不为风水所侵。 不为从以所持，不为更理所己，他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歌词，如是足矣。其以亲之骸骨为祖孙，狐狸之巨宅，则风水不必贪也。又有或以婚房之说。 兄弟亦多，中年迁志，记者连夜日时，又以山水偏向，则是父母多生一子，反争一日之铺路矣。其之人之后福，各有因缘。以山水何矣？则分分房不必辞也。 倘若执迷不悟，一意立民千主，因至他乡，年复一年，积无安土之望，后遭水火，又有魂溺之余，为人子者，独能安然以心乎？ 又全凑一世，万不可久。久者雨水清淋，日气下蒸，未己归土，木已胡矣。人人孝子，亦当切念之。好，我们再翻回来，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呃字迹解说。 第二行这个“字意”“字意”就是关心、关注。大夫三月是余月。这个大夫呢，是古代的官名。他位阶呢是在卿之下，士之上。那么古代的官嘛，就是卿、啊、大夫还有士这三个阶级。 逾月呢？这个逾呢，就是古代的礼制。那么當，当当官，如果他是死的话，他死后呢，要满一个月，到第二个月呢才下葬，这、就是古礼，啊，称为逾月，啊。那么这个呢，《左传》允公元年呢，在《左传》里面有记载。 天子呢，皇帝如果死掉的时候呢，他的遗体呢是要放七个月，所以天子呢七月而葬，同轨必至呢，诸佛呢是五月才葬，同名治，大夫三列，啊，同位治，士呢是一月，是一个月。 这个是古代的一个丧礼。再下来，这个不辩幅意思，这个意呢就是改变、更改。贪求极地呢，这个极地就是我们民间讲的风水宝地。千年呢，千年就是拖延，时间上都耽搁。 理行起决呢？这个起决呢，就是埋葬以后呢，又挖起来，这个叫起决不失古人布地之意，布地呢，就是如果是土葬的话，啊，会找那个堪舆师风水师，台湾叫做堪舆师，他会去根根据你的这个啊，祖孙的这种出生年月日时辰，然后就写那个坐像 再来把它葬祖先的这个祖坟，这个叫做卜地。像我们读《了凡四训》呐，里面不是有白兔魂吗？啊，白兔魂那个就是风水宝地啊。啊，那么再下来这个耕犁呢，就是耕田犁地。城郭，城郭是古代的那种城门呐、啊。 这城墙，它有内层的墙跟外层的墙，啊。那接下来这个“签字最后一行“签字，的约束，啊，控制。那二百三十四页第一行何“何以何以”就是跟风水跟山水有什么关系呢？ 有何关联呢？这个何以的意思是这样。那分房呢，就是说在风水的说法里面，认为双亲的坟墓所葬的地点跟方向，对于下一代的祖孙长幼次第有吉凶祸福的影响。比如说，哎，这个坟墓这个葬下去呢，对大房，比如他是有三个儿子来讲，哎，对大房容易发。 啊，对二房好像没有帮助，这个叫什么？这個叫做分房，啊，这众生的执着，啊，腌制呢？腌制就是久留，啊，安土之望呢？安土就是安基本土，这个安土呢，这个是一种众生的执着，哦。 台湾的民间习俗呢，有所谓的三魂七魄，啊，佛法讲的比较简单，就是、神事处理對。对李炳老居士讲的，气候来先做主攻。气候就是说，人往生以后，他的神事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灵魂，好，他离开的时候呢，是最后才离开的，也不是说他断气马上就。 神数就走了，台湾讲的魂魄就走了。那有，《了万岁里面讲说，积善之人跟积恶之人，数计他不定。数就是什么？数就是定数。在《易经》呐、啊，或者是算命学里面讲，数就是你逃脱不了这个定数。比如说，他只能活到五十岁。 那就是定数。那佛法里面讲的就是业力，所以金山和尚讲说呢，要相信业力，不要相信命运。什么样的业力，就是什么样的命运。病由业起，业由心造，所以追到，追到了后来的根源是心。所以我讲因果里面，我的体悟就是说，命运是谁造成的？是业力造成的。 如果你前世不造杀生，你这一辈子就是健康长寿，没有病，不会长这个东西，长那个东西，你担心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啊，像最近呢，我我有看到一个报纸有写啊，有一个人呢，啊。 他常常一直以为背部会痛，结果不是。等到他发现的时候呢，是一个恶性肿瘤呢，长在他背部的一个藏在那个那个背部的那个那个骨头藏在最里面的地方呢，让他找不到。那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是癌症末期了。这就是业力啊！所以你同样的子宫颈癌、子宫颈瘤。 有的女生割掉以后她没事，继续延寿。像我阿姨就是了，她子宫颈瘤啊，她切除以后现在还是很很活泼、很健康啊，七十几岁每天去礼佛啊，去供养三宝啊，去父子三宝啊。那也有些企业家的夫人子宫颈瘤很有钱，一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扩散了，扩散到肺部啊。 扩散到哪里啊？那就一命呜呼了。那有些大肠癌也是一样啊，啊，有些会腺癌是一样啊。像我们今天有一位政治人物退休的一个政治人物，有一个大人物，他也是会腺癌啊，他现在好好的、啊，从事两岸的这个经贸往往来都是他在谈的、啊，哎、欸，他是会腺癌初期的、啊，现在还好好的、啊。 那有些发现慧相的时候，那已经是默契了，所以这就是定数啊！啊，有些人他改变定数啊，像净空老法师，他就改变定数啊，像了凡先生以净力功，他就是改变定数啊，他改变的改变的他的心念，改变他的毛病习气，他断路修善，他转迷成悟，他转凡成圣，他改变了。 所以金光法师本来算命的，他们的家族里面都是四十五岁就要往生啊。他四十五岁那一年，他也生一个重感冒啊，他以为要往生了、啊，结果后来没走啊。为什么？因为他四十五岁以前就开始讲经了，累积了很多的功德福德，还有老和尚他一直就是，张家大师跟他讲看得破放得下，所以他不管钱不管人不管事，他放下了。 所以呢，他已经改变了他的业力了。所以你你要一个健康长寿的命，那你就必须要怎么样？你就要此心不杀，修十三业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放生啊，你要吃素啊，你要不,不能去伤害一切有情无情的东西呀、啊！你要洗衣服啊，你不能伤害有情的动物，比如说你不能伤害蚂蚁呀、啊。 那些微小动物你都不能伤害它、啊，那最后你不能够恼怒一切众生啊，不能让人家起烦恼，这也是不杀生啊。所以不杀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大慈大悲啊，万年放下。我们一般讲叫以人无争，以事无求啊。那你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你心地清净，脑上讲就不生病了、啊。 健康长寿了，不老、不病、不死啊！那是念佛的最高境界啊好！啊，像啊，这个广钦老和尚也活到九十几岁啊，像灿工老法师也是九十几岁啊。你像我们九华山的金地藏菩萨、金乔杰菩萨，他活到九十九岁啊。 这个道理啊。啊，所以呢，极恶之人跟极善之人呢，数计他不定，因为他大善呢，他马上就升天，或者他马上就到极乐世界去了。那极恶的呢，极恶之人呢，忤逆所恶的人，他一断气，马上就到地狱去了，黑白无常就抓走了。 所以，这个众生都有这个执着，所以这个安土呢，啊，有些人呢、啊，我们一般讲叫守尸鬼，或者他这个留恋这个房子，这都有可能啊。留恋这个房子，他就变成执着这个房子，他就不走啊。哦，我有讲过这个故事啊， 新北市那边有个综合，有一个有一个人去买房子啊，他法拍嘛，那先前那个主人呢是一个退役的一个老兵嘛，啊，他很执着啊，他往生的时候大概是他也没有大恶，所以他就没有到到第一道去受报啊，他可能在轨轨道可轨道里面，他可能没有被拘束啊。 那么这个妇女就去买那个房子啊，然后他第一天就给她托梦啊，啊是是梦、非梦之间给他感觉、啊，他就真的看到他了，他真的那个妇女真的看到那个人了，他说出去、出去、出去，这是我的房子啊，那那个妇女说这个房子是我标的啊，我法拍，因为他可能往生的时候可能欠银行的钱。 或者子孙把它卖掉了，子孙把它卖掉以后呢，大概银行贷款缴不出来，就银行来把它宣布呢，送法院来法拍，台湾叫做法拍屋。那这个户你就是去法拍买下来的、啊，他已经付中介的卖房子的人已经付一半的钱，银行贷款也拨下来了、啊，他就给他。 当场见到说，这房子是我的啊！好，这个叫做一般叫“做手势鬼”。那那个呢？妇人就跟人说：“啊，我这个房子是我买的、啊。”他说：“你不听吗？”啊，不听的话呢，好，他会找他麻烦。后来那个妇女呢，也找找一些道士的去现场给他烧金纸啦，给他做做法啦，就没有用了。 他执着啊，他执着怎么办？要怎么办？执着就是要跟他开导，要念佛呢，请他往生极乐世界，要将他放下。这是呢。有一个在海巡署的一个女警，她去买一个法拍屋，买在台湾的台北县，就新别墅的淡水。他那个儿子很有善根。 年纪轻轻的，小小的一两岁，他的这个这个心呢，很亲近，所以呢，他好像有那个阴灵呢，还看得到。那每一次上厕所呢，上厕所就不敢进去，就跟他妈妈讲说呢，那厕所里面有人，我不进去。他妈妈说哪里有人？你看我们都见不到啊，这五浊物是啊。他跟我讲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去查一下前面那个房子呢的主人，你是不是买法拍屋呢？”他说：“是，我是买法拍屋。”所以现在台湾呢对法拍屋呢特别有一个严格，或者卖房子有个特别一个要求规定，就是所谓的凶宅。他说：“这里面如果有死人的话呢，你不交代清楚的话，万一买的人去买买买了以后呢，诶，那个凶宅那个买卖呢？” 就不成立，那个钱要退还。好，各位你们都有听过这个电视新闻报道哈。你看这众生就怎么样呢？众生都不去想说呢，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就是我们这个色身啊。这也是我们的房子啊。你迟早也是要放下那个执着啊，你要放下这个身心世界。结果海巡寺那位尼姐呢，她跟我讲。 我就教他这个方法，用念佛的方法。只有佛法才有办法破那个执着。我说：“那你请法师啊、哦、去做三十系念。”因为他后来去查出来呢，前面那个屋主啊，缴不出银行贷款，在厕所内烧炭自杀。所以那个，你看那个小孩子看到也不是假的哦，他真的是见到他本人了、哦。他大概要吓吓他。 啊，最好你们搬走，哈，这就是众生的执着，就是安住执着。所以你破了执着，你就离开三界了。异界、色界、无色界，你就出三界，李轮回。否则你就变成守势鬼，像这个叫做守势鬼那我们一般台湾的民间呢，叫做地基主。 你觉得你住的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地基主，所以很多人在写三时系念超度，都会写地基主超拔。那后来他就是查出来，我这位女警啊，查出来前面那个主人呐、啊、是烧炭自杀，他就我跟他介绍一个法师，去那边呢，他家做什么？做三时系念。 中风三十七年超度，所以老法师说呢，中风三十七年呢，他有超拔的功能。就超拔完了以后呢，大概是解冤世界，他放下了，他念佛啊，往生善界了，或者往生净土了。他那个儿子呢，再也看不到了。所以你两个比较起来，综合这个呢。 我不愿意說是说去比较了哈，他请道士去做法，后来是没有姐姐呀、啊。他说：“我给你好看呢。”啊，后来这位妇女呢，她的女儿骑车子呢，到台湾的中部云林去看男朋友。有一天呢，骑摩托车呢，经过乡间的一个道路。 撞到一个过马路的老婆婆，就撞死人了。这个当然了、啊，这个妇女跟那个人也有因缘呐。啊,啊，因为他后来看到这个不吉祥的东西以后呢，他有一点心里挂碍，他是要去问一个算命的。那个算命的就有跟他讲说：“你最近好像碰到一个很衰耗的事情。”他说：“你要特别注意。” 到几月几号以前呢？你特别要留意呢，可能有一些不测的、不测的这个衰耗的事情会发生。你看，他算得出来，这叫定数。定数衰耗算得出来。他后来呢，到日子快接近的时候，他想，哎，也没事啊，没有什么事啊，他不出去呀。哎，就偏偏他女儿到中部去找男朋友，就发生这个车祸。 后来他把这个事情呢，就跟新闻记者讲，这个事情终于公布出来。这就是什么安土众生的执咒，那毁逆，毁逆呢，就是啊，焚烧淹没，比翼遭受伤害。好，那么再看这个。 二百三十四页，哈，这个魂力之余，这个余呢，啊，这个就是啊，有这么一个顾虑，这个叫余，好。那么全错，全错呢，就是临时，啊，有些呢，他不能够马上入土为安的呢，他可能会找一个地方先寄放，这个叫做临时置棺待葬，这叫全错。 那么日气下蒸呢？日气就是因为这个地呢，它会有干燥、潮湿、日光照射呢，那么会发这个热气往上，这个叫日气。好，那我们这一段呢，我们来看这个白话。好，古时候呢，啊，古代的人他们在办理这个丧事的时候，尤其是针对父母的丧事的时候呢。 他他们特别的，啊，尽到这个哀伤，就真的很虔诚的父母走了，啊，子欲养而亲不在，那种那种那种很悲屈，啊，不像我前一阵子讲说呢，啊，台湾的有一些习俗很奇怪，他为了博取人家说他很孝顺呢，他自己不哭，他、啊、请别人来哭，啊，我们台湾的习俗叫做什么？ 叫做孝女啊，白琴，啊，哭得很伤心，那他一样披麻戴孝啊，那你以为是他女儿？结果不是，是花钱请来的。这个叫做什么？就是现代人不哀啊，今人则不哀啊。啊，现代的人他不会哀伤啊。为什么不哀伤？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尽到孝道，他们的自诚心不够。 恭敬心不够，所以他们的孝心呢，不是没有，是被他们的无名习气占住了。他们对父母呢，没有这种哀伤，不孝。啊，那可能平常呢，都是结恶缘，啊，这个叫做“今人则不哀”。 古时候人祭祀呢，一定是很恭敬，叫主敬。现在人呢啊，不恭敬，认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这种断灭的断灭的这种观念。佛法里面讲这个见惑叫断见，叫常见。佛陀说呢，这个叫见惑。什么叫断见？断见就是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叫断见。 那什么叫常见呢？人死的永远当人，这个叫常见。佛陀说呢，这个断肠之见也是见惑。啊，二者呢，灰理。那么，灰理就是说呢，这两个就是一个不安，一个不敬，没有哀伤，没有恭敬，这两个都不合乎古礼。这个意思。 而葬之失礼为尤甚。那埋葬的时候呢，更没有活乎这个骨礼呢，还还很严重。比如说，我前一阵子讲的，我们那个长官副局长往生，我特别跟他安排助殓。那我也讲说，可不可以把他父亲的神子牌位请回家里？他说家里太小。我说就一点点就，他说一点点点容纳不下。 一个小桌子都容纳不下，后来我只好给他安排在中国这边一个佛寺。啊，因为要急着赶着过年啊，就要把这个丧事办完，要选好日子，要选礼拜天，要选长官来比较好看，比较风光。其实那个风光都做给活人看的、啊，对王者有什么帮助？ 对不对？像我我母亲的这个告别式的时候，市场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布置的会场，哎，这是我自己设计的、啊。我将我我我帮我妈妈设计啊，佛像要放在中间，那花要怎么布置啊？啊，那我在设计的时候，哎。 我那个基隆的姐姐啊，我爸爸的干女哦，在韩阿姨啊，她不知道我妈妈是二零呢，二零零三年的八月二十一号亡生那我们是九月十四号呢，我妈妈告别式。那我正在这记嘛。然后她有一天就到我哥哥家，她说：“哎、欸，奇怪呢，我昨天怎么做一个梦呢？”我哥哥就你梦了什么？ 我哥还没跟他提，说我妈妈告别式的事情呢、啊，我妈妈往生的事情，他并没有当场跟他提。他说我梦见呢啊，一尊佛像呢站前面往前面走，那你妈妈呢啊妈妈呢穿黑色的那个，因为他讲是黑色的道袍，就是我们黑色的海青呐，飘在他后面跟着佛走。他说往西方的方向走，然后那个那尊佛呢？ 他后来有来参加告别式吗？啊，就跟我哥讲说啊，就是这尊啊。所以呢，这是你要你有那个恭敬心，印光大师说，一分恭敬得一分功德。什么叫功德？感应道交啊，得三宝加持啊，王者得利啊。结果我就跟我们那个李副做那个儿子讲说。 那你就照古礼哈、哦，做七七四九天的七啦，啊，你既然要赶着过年前把你父亲送出去，要做告别式，我没有意见。可是呢，七个七呢，不影响嘛？你可以做到过完年以后还可以再继续做七嘛？每七天做一个七嘛？那叔也跟他们讲，我说好不好？啊，头就滴滴不讲话。 我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上班很忙啊、欸！你看吧，上班很忙，所以啊，要自度自悟，要自己救自己。啊，自力跟他力，他力是佛力，自力是自己什么？自己要要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自己的资粮位要准备好，信、愿、行三资粮要记住。你的信德。 你的自信功德要开发出来，你的七圣才第一个就是信财，你对净土的信心，你对是心是佛，是心做佛，你要有信心，你要唯心净土，自信弥陀，你有一个自信的阿弥陀佛，你要这个信心，你要开发出来。那怎么样才可以把信心开发出来？你要。 断贪嗔，贪嗔痴。你要开发界定慧，你要有悟处，你要能够悟这念心性。我们一般讲叫悟实相。所以，言教初心位的菩萨，他就悟了。他开悟以后呢，悟后起修，他悟了，破了身见。言教初信位的菩萨。 所以，什么人可以把自信功德性开发出来？悟六祖大师就是一个例子啊。他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悟了，大彻大悟啊。这叫信愿行三字的里面的这一个第一个自信的这个功德信心，愿呢？你愿力沙婆。 心求激动，印光大师说的：“你愿意放下所有这个身心世界，你愿意放下五欲六尘，你愿意放下名闻利养，你愿意放下这个对世间的一切贪爱执着，这是愿愿你杀婆。那行呢？你做到了，你弃住了。” 你误入了佛知佛见，这叫什么？你真正的三智两要要开发出来。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地方呢，他讲说呢，这两者现在的人都没有爱跟敬，所以呢，这两个呢，尤其是在这个这个葬礼的时候呢，啊。 尤其是没有毫无礼节，所以《孝经》里面有讲啊，孝子之事亲呢，居者治其敬，养者治其乐，病者治其忧，伤者治其哀，祭者治其言,自其言这个地方就讲了，啊，无者便矣，然后能事亲。什么样才可以做到孝子呢？他说，你居家，父母跟你住在一起。 你要很恭敬的伺候他的吃跟住，照顾他的身体。你供养父母呢，这个要做到什么？第一个最起码的，居者自其敬，养者呢自其乐。你要让父母很高兴、很欢喜，你自己本身呢要和颜悦色，要欢喜心。那父母生病的时候呢，你要很忧心。那父母有。 有这个往生的时候，他伤扶伤的时候，你要非常的哀伤。那么你祭事的时候要非常的严，这个严是什么？严就是严肃的心。我们佛法讲叫恭敬心，这样才算到尽孝。所以呢，现在的人对下葬的事情呢，是严重的失去礼仪。所以在这边呢，特别的说明，叫做故以此生智。 义焉这个意思，好，那再下来，朱在安说呢，古代的官员呢，大夫是停官三个月，士是一个月，超过一个月，这个期间呢是不下葬的，也不便服义义死，因为我们上一回有提到啊，这一个孔子跟宰我的对话，宰我说，胡桑不要三年了。 服丧一年就够了。孔子说不行，要三年呢。啊，那宰我说太太久了。他说三年的话呢，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好，而且三年之间呢，怎么样？不能够穿那个丝绸的衣服。啊，也不能够睡好的地方，连吃呢也不能吃得很好。 那个时候呢，还不能吃饭，所上时间还不能吃饭。那孔子走是怎么样？孔子就问宰我说：“啊，你还没有三年就要要改饭吃吃饭，啊，要穿丝绸的衣服。”他说：“你这样能安吗？”宰我说：“可以啊，我可以安啊。”孔子说：“啊，君子居上呢，食子不甘，文乐不乐，居次不安呐、啊。他吃的呢，明明是好吃的食物，他就不觉得。” 有什么好吃的、啊？他听到美好的音乐，他也不会觉得很快乐啊。他住的地方很舒适，他觉得很不安呢、啊，所以他不做啊。所以后来孔子才说呢：“所伤三年呢，是天下的通商通理呀。”他说：“父母对我们照顾，我们一岁到三岁都在父母的慈爱之下照顾嘛。”所以古代的人自。 定这个丧礼所丧三年是根据这个道理来的，父母对我们的爱，难道连三年都不够吗？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就不变服意识的意思是这样，啊，本来是要穿比较粗的麻的衣服嘛，所伤三年期间内不能够穿那个好看的、很美的丝绸的衣服啊。哀亲之未有归也啊，为什么？他只是。 悲哀呢，哀伤父母不能再回来了。现在的人呢，迷惑于风水之说，有贪求极地，想要贪求呢风水宝地，千年日久，甚至要等待那个风水宝地呢啊，这个把父母的这个坟墓呢啊迁来迁去的啊，或者有些呢葬下去又怀疑。 所以常常怎么样呢？葬下去又挖开呢，又把它搬走了，让父母的遗体呢啊，变成怎么样？这个啊，多处的挖葬、挖掘再埋葬，啊，认为葬父母的风水有问题呢？这个我在想呢，也没有发生过呢有啊。 我一个朋友姓林呐、啊，林姓的朋友，他早期做贸易啊，赚很多钱。哦，那个订单非常的多啊。那他有两兄弟，那我这个林姓的这个朋友呢，他是弟弟。他本来就有那个命，他就有那个福报啊。过去生有财布施呢，所以这一辈子呢就都财富。 他还中那个阴嘛？他哥哥呢没中那个阴，所以呢，他哥哥就觉得说那个轰那个风水的宝地呢，对他弟弟比较发，所以他一就起了什么？起了嫉妒心。那后来我我这个灵性的朋友就跟我讲，他哥哥就不信邪，对祖先呢就不恭敬，他没有经过我这个朋友啊，他这个弟弟啊。 林姓的这个这个他弟弟的同意啊，他说私底下自己在看一个风水宝地，对他比较有利的，就是我们后来后面要讲的婚房之说。他就私自呢，啊，就把他父祖先的坟墓呢，就把这个骨骸呢，就迁走了，就迁到他认为对他有帮助的那个风水宝地。在这里讲的，啊，千年日久有记账多矣，礼行起节者就这样。 结果我那个灵性的朋友跟我讲啊，他那个坟墓被他的哥哥把他搬走以后，大概隔没多久啊，他那个哥哥就得了一个恶疾啊，就是生了一个怪病了，后来就死掉了。啊、哦，这个东西也是真的是很很奇怪的事情哈、哦。你不想想说，古代的人他们布地，他们选择这个埋葬的地方是？ 的意义在哪里？他只要是会古人会布地，是因为希望后面的孝子慈生，能够重视先人的遗体、父母的遗体，不要被风跟水所侵害，所以叫做风水。所以他们种的地方呢，不要被虫蚁呢把他们呢侵蚀。 不要被那个农夫耕田的呢，把它的破坏。不要说他所埋这的地方，以后改天呢，就变成一个道路用地，道路会经过，也不会说将来那个地方呢，变成一个城郭，这个外城墙的外墙的那个，我们一般讲叫做什么？叫做它会有城墙外面会有个水沟嘛，叫沟渠。 他说：“主要会有考虑这些，啊，风灾跟水灾的问题，怕去伤害到先人的遗体，是这样的一个用意，叫做古人不地的用意，在这个地方。”他说：“如果能够避免以上这几样事情，那就可以了，如是足矣啊！哪里有为了自己的祖孙谋福利？” 而把父母亲的这个骸骨、祖先的骸骨，啊，迁来迁去的呢？所以呢，如果你懂这个道理以后呢，你对风水就不必起贪心了吗？或者迷惑以分房之说，说这个风水宝地对哪个人有用，对哪一房比较有利，对哪一房比较不利呀、啊？ 兄弟义多呢，那兄弟他们争执的地方比较多呢。那么中年呢，就是长久以来呢，就一直为了这个祖先的坟墓的地呢，互相牵制，既选择呢啊连夜日食，又怀疑呢山水的坐相。那么这样讲起来的话，父母多生一个儿子呢，反而增加一天呢他的尸体啊。 会铺露在外面的这个危险，哪里知道说呢？人的后福，人的这个灾祸跟幸福，都各有因缘。这怎么说呢？我分两个地方来说。第一点，啊，我们地藏经里面也有讲说什么叫做风水宝地呢？地藏经里面当然没有提到风水。 可是你要去好好去体会，《地藏经》里面有讲到这一段。我们中国人讲，是福人积福地，有福报的人，他所住的地方都是吉祥，这叫福人积福地，有福的地方嘛。那福地呢？福人积。 你你住你所住的地方，啊，那个地方的出入口，它的走向，我们常说所谓风生水起，啊，就它的风的流动性够不够？你这个房子住住下去，它空气对流好不好？一般风水学上讲叫风生水起嘛，那水是什么？ 所以就是采嘛，但是这个都什么呢？这个就迷惑于外向、外在的世界，他不知道向内求，心地求智慧。所以，我们《地藏经》里面有提到这一段，我把它念出来。在《地藏经》的第十一品“地神护花品”中有提到：“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以所住处以南方清洁之地。” 以土石竹木做起砍式，室中能塑画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世人积础即得十种利益。何等为死一者土地丰壤，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王升天，四者现存异兽。五者所求遂意，六者无水火灾。 七者七号必持，八者渡劫恶梦，九者出入神户，十者多益生音。那这一段呢，《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提到这一段呢，它有四根理的解释。思项上是什么意思呢？表法又是什么意思呢？我来分析给各位听。啊，地藏菩萨跟我们讲，佛陀有这样跟我们开示，他说：“我观呢，未来及现在众生。” 你在你所住的地方，以所住处。它这个是什么呢？以所住处，它这一段如果按照塑像上来说，如果你在你所住的地方，你在南方清洁的地方，你用土石竹木这四种材料来盖那个佛堂，砍式叫佛堂。那在这里面，你能够塑化，你用画画的那个佛像。 乃至于你用金银铜铁这四种材质做的佛像，然后雕刻一尊地藏王菩萨像，在里面呢烧香供养，在里面瞻礼赞叹。那这个人呢，他的住的地方就有十种利益：一者呢，土地丰壤；二者家宅永安；三三者呢，先王升天，你的祖先可以得到升天。 四则呢，现存益寿，你可以得到利益长寿；五则呢，所求所益能够满你的心里所想要的；六则呢，没有水火灾；七则呢，虚耗必除，就不好的这种衰耗事情可以消除；八则呢，杜绝噩梦，不会做噩梦；九则呢，出入神入出入都有什么都有护法神保佑；十则呢，都遇到。 好，圣的圣因是什么？的一到三宝就是一到圣因。那这个是事相上说哦，你在你家啊，用土树竹木做佛堂，用金顶铜碟磕地藏菩萨像，可以保住你得到这四种利益。啊，这里面它事相上是这样讲。那表法呢？你就要去领悟到佛陀在地藏经里面为什么讲这一段是什么意思。 那我就表话给各位听哈，我观未来几现的众生，啊，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未来跟现在是什么意思？过去、现在、未来，就叫三世嘛。好，那么以所住处，你心安在哪里呢？你心安住在哪里？你心在哪里，身就在哪里嘛。 所以以所著处就是说，你的心念安住在哪里呀、啊？你心安住在贪嗔痴慢疑呢、啊，还是明文利养呢？你心要安住在三宝里面，你心要安住在既定会三学嘛？就是以所著处。那么以南方清洁之地呢？这个地方特别跟各位讲，什么叫南方？南方在佛法里面的表法。 啊，我们讲说四大天王，东方持国天王他表法呢是静者，那南方增长天王呢表法是什么？是精进。所以这个南方呢，在《地藏经》里面讲呢，南方不是专指南边那个方向，南方呢是指精进方，是指光明的方方向，是指。 增长的方向，这叫南方。那什么叫清洁之地呢？你心地呢清净？我们讲说呢，净即光通达。你真正到清净的时候，那么你的智慧就流露出来，这叫光通达。那你智慧流露出来的时候呢，你自然就是在光明的方向。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比如说进入住家，对不对你如果进到一个住家里面去，什么样的方向可以安放这个佛像呢？就是你进门进去以后，第一个看到的位置，那个就是光明方。你门一打开就可以看得到的地方，那叫光明方。我们一般来讲的话，这样是比较吉利的。那《地藏经》里面讲这个南方呢，就是精进的意思，就光明的意思。你在精进。 光明的地方，这有智慧的地方，那么以土石植木做起砍式。这个土石植木呢，它也是一种表法啊。那在我们佛法里面讲呢，不管是做这个砍式，做佛堂，或者是画这个佛像，后面有金银铜铁，这有四种东西呢，它代表表法是什么？就表我们自信功德里面的常乐我净。 真常、真乐、真我、真境，什么叫真常？真常就是永不便利我们这个真主的心，常住真心。那什么叫乐呢？就离开苦乐对待的乐，那叫极乐，这个叫常乐。我呢，这个我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名字的我，这个我呢是绝代的真主。是自信的真我。 我们讲真心，这个叫做常乐我净。那个净呢，是离开一切污染，离开一切染浊。那个我们自信的功德里面的四净德叫常乐我净。所以这个地方的土石植木呢，跟金银铜铁呢，它有表法呢，是指自信的常乐我净的功德。 那你在这个四净德开发出来做地藏形象，那地藏表法什么？地就是心地，藏就是宝藏。心地的宝藏呢，的功德法财，就开发出来了。那么你开发出来以后呢，你呢怎么样？烧香供养、瞻礼赞叹，烧香供的是什么？烧香是你的五分法身香开发出来，你要去利益别人，这叫烧香。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叫烧香。你的界定会，还有谢托谢托住建香，这叫五分法生香啊。我们如果做三十系念的时候，会有界定真香。那个界定真香就是界定会，谢托谢托住建香叫五分法生香。在六祖坛经里面有提到，这个五分法生香就是我们的。 自信的功德，那烧香的意思呢，就表示说你这个自信的五分法身像都开发出来了，它可以利益众生，用这样呢去供养一切众生，供养诸佛菩萨，这叫烧香供养。那瞻礼赞叹呢，就礼敬诸佛；赞叹呢，就随喜功德。那么这个人呢，如果能做到这样，他表示他已经开悟了，他就是菩萨。 他得到十种利益，那第一个土地丰壤，这个地方表法呢？土地是指新地，丰壤就是所有的自信的我们的功德法财。然后佛陀跟我们讲，一切众生用只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个丰壤就智慧德相就全部都出来了。二者呢，家宅永安。这个家宅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俗家。 也不是我们这个身体叫家宅，就是我们本有的家乡，就家宅，就极乐世界。所以家宅永安呢，就是你往生极乐世界了。那三者呢，先往升天。这个先王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流转呢，已经好几次无量世了。所以这个先王呢，也可以讲说我们的历代祖先。这个是在事相上解释。 那表法上，先王升天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业障消除了。那四者呢，现存异兽。你当下清楚明明白白，你得到大利益，正得无量寿，则现存异兽。五者呢，所求遂意，活菩萨呢都是心想事成的。那六者呢，无水火灾。 在书象上讲，说没有水灾，没有火灾。那表法上，水灾代表什么？它断了贪心的了，断了贪爱。火灾呢，断了逞心了，它就没有贪嗔痴慢疑嘛，叫无水火灾。那七则呢，虚耗必出。好，他已经正得呢，这个真如实际了嘛，正得一真法界呢，所以当然就不是虚耗了。 好，妄想也断了、啊，这是虚耗必除。那八则呢？度劫噩梦。好，我们呢众生如果没有成佛呢，没有往生净土呢，对阿弥陀佛来讲，我们还是在梦中。好，还是在梦中。那度劫噩梦呢，就是你离开六道的噩梦。 那你成佛往生净土呢，就离开四圣的梦，啊，对佛来讲呢，九法界都是在梦中，这叫渡劫噩梦，就是你已经呢入一真法界了。那九种呢出入神户，我们要说你持戒持的非常好的，有二十五位菩萨护法神在保护你。那出入神户的意思呢，都是不失意的，啊。 那么第十呢，多多一圣印，最后什么成佛？圣印就是成佛。所以呢，你要怎么样才知道说人的祸福呢？你就必须要做到《了凡四训》里面讲的，《了凡四训》里面讲说呢，啊，人未能无心。如果你没有办法正得这个，做到这个无心，什么叫无心呢？开悟的人呢，他就是政治十相，离开四相。 没有偶像，没有人像，没有众生像，没有受者像，这叫无心呐。啊，终为阴阳所缚，安得无数呢？但凡人有数呢，积善之人呢，数故计他不定；极恶之人呢，数也计他不定。啊，云谷禅师跟了凡先生说呢：“你二十年来被他算定，被这个定数算定，没有转动一点点。” 不称转动一毫，其会是凡夫。那难道你不是凡夫吗？了凡先生就问他了，他说：“那这样这个定数可以讨吗？这个、定数可以改变吗？”银谷禅师说：“命由我做，福自己求。你自己去改命吗？你去，你去自己去求福吗？”那了凡说：“了凡就问他了，那怎么去求呢？”那银谷禅师说：“呢，我叫典中说。” 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他说妄语呢是释迦大戒啊，诸恶菩萨怎么会用妄语骗人呢？他说一切福田呢不离方寸，就这里讲，你怎么去追求祸福呢？你怎么去追求福，离开那个祸呢？那就是这里讲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悟不通啊。 你重新的去找，没有不能够得到、不能够通达的。求在我啊，求助在我，不独得,得道德仁义啊，一得功名富贵啊，内外双德了。你得世间的功名富贵也可以得到，你得到道德仁义的智慧也可以得到，这个叫双德。如果你不反攻内省，你不忏悔、不改过、不反省。 而图向外持久，如果一直向外求，所求之有道，你所求到的，原来是你命中原来有的福报；求不到的，还是求不到。那么得之呢，是你命里所有的，而得之有命呢、啊，这叫内外双失啊。所以这一段呢，我引用《了凡四训》呢，特别的补充这里，人要知道祸怎么去避，怎么去。 避开呢，啊，这个后如果去求这个吉祥，啊，人之后福呢各有因缘。这跟山水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就对于分房之说呢，就不要执着了。倘若你执迷不悟，你遇到这个利名，利名就是什么名闻利养，啊，利名千主。 啊，有时候这个风水宝地葬下去会出总统啦、啊。我们台湾有一阵子在选总统的时候，就有这个这个有趣的事情啊。某一个候选人啊，那个报纸杂志啊，有把它登出来。他为了选总统啊，特别去改变他那个祖先的风水，啊也做这个护城河、啊。他因为他家也很有钱嘛，啊有请一个啊类似国师级的。 师傅呢，看你是来看他们家的祖先风水啊，啊，然后说，哎呀，这个风水宝地葬下去呢，有当天子的命啊，哎、欸，他坟墓也做好的，护城河也做好了、啊，他也没当选啊，好、啊，对不对？那我们这边呢，马先生当选总统呢，啊，就追到他湖南的。 家乡去了，说他的祖先呐、啊，啊，在那个湖南那个家乡啊，哎呀，那个是风水宝地啊。我看那个杂志都有登过。啊。其实我早期看到这个时候呢，我那时候我们学佛不是学得很很深入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被这些世间的这些风水之说啊所影响。现在慢慢学佛以后呢，我们明白。 命由我做，苦自己求啊！了完事情了，这八个字你把它谨记在心就好了。啊，我们有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做股票的，这某某股票大王大王，专门在炒作股票的。他是专门哦，他是好像是他的工厂是生产一种水果，好像是凤梨。啊，那他就是他的一些资产，股票炒作的。 题材就是说啊，他有多少土地呀、啊？啊，呃，什么林地呀、啊？什么这些种水果这个地很多啊。那喜欢炒作股票的人就会去用这些做题材炒作，把他的股票炒起来，就变成涨停板呐、啊。后来呢，他就不安分守己，就不知道说人之祸福呢各有因缘，啊，他就过着呢非常豪奢的生活。 后来事业就开始啊不行了，就有那种衰败的气象就出来了。他呢一直迷恋呢，他的祖先呢有一个风水在台湾的淡水，就是在新北市的那个靠近海那个地有个淡水。他说他父亲呢，他祖先那个地呢是风水宝地。那后来他的事业呢已经开始不行的时候呢，几乎快一无所有了，也没有什么资金在周转了。 那银行呢，不敢再放款给他了。那报纸说呢，他特别用他那个祖先那个坟墓呢，还去贷款一亿。啊，我们的银行也真的拨款给他，他为什么呢、啊？他也是迷惑颠倒，所以他应该不敢跑。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祖先呢，会逼荫他呢，会在东山再起。啊，银行真的拨款给他呢。 那、啊、用什么做抵押呢？他祖先那个风水宝地。结果呢，银行拨款下去以后呢，那个人还是失败，他的事业呢还是垮掉，垮掉又要逃亡啊！啊逃哪里啊？逃到大陆去呀！啊就易容，易容就是化妆，改变他的容貌，啊，然后在我们这个基隆这边呢，就雇一艘船呢，要拖渡，要跑到大陆去躲起来。 结果被我们那个海巡单位呢，哎，抓到了，依然是在通缉的那一位呢，倒在很多，银行贷款的这位逃犯，就把他绳之以法呢，缉捕归案。在这里讲什么？你如果执迷不悟，一遇到利民千祖，焉制他乡？就让祖先父母呢，他的大体呢，啊，在他乡呢停留太久。 连乎一点，一年过了一年，几乎没有埋葬的这个希望，或者遭受到这个长年的这个水啦、水灾、火灾的这个伤害，也有呢混溺之疑。有时候大大水灾来、火灾来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被像祖先就的大体就被烧掉，或者被水淹没掉了。 做人家子女的哪里能够安心呢？又前错之事，前错就是祖先的大体呢，暂时寄放在一个地方，也不够，不能够放太久。我们台湾就有这样呢、啊，一个企业家呢，啊，生前呢，大概娶了好几个太太，啊，往生的时候呢，那么子孙呢，啊，这个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的这个子女呢，要婚在的没有混好。 就不让他的父亲呢埋葬，就把他的大体呢一直放在我们台北的阳明山，放在一个房子里面，就是这里讲的前错，这里是为了风水而前错，他那个是为了争财产而前错，就听说呢放了大概十几年，一二十年，后来没有办法去找民意代表出来，经过媒体报道以后呢，逼得没办法，乖乖的呢把他的父亲的大体埋葬。 入土为安，好，这叫做万不可久也啊！长久以后呢，如果太久了，雨水侵顶，雨水呢这样来侵蚀呢，那么热气呢从下面上来，这样呢来不及移到家乡去埋葬呢，他的棺木已经腐化掉了。有慈悲心的人呐、啊，孝子呢。 应该谨记这件事情不能够发生这种事情、啊、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那这里呢，我就举有一个故事呢，是罗拱，他是宋代的大观年间的一个大学士，他是一个太学生，啊，他的父母亲呢，在两年中因病去世，停棺在屋中，就这里讲全错了，停棺在屋中呢，经过三年没有入土为安。 那么罗拱呢，他就推诿呢，是他哥哥的责任。他认为他哥哥呢也有责任，因为他父母生他们两个兄弟嘛。所以有关他父母遗体的安葬呢，罗拱呢，他认为他哥哥应该负责任。嗯、那后来罗拱呢，他要到京城里面去考试。那当时在京城呢，有一间关帝庙很灵，听说香火很旺。 那么这个罗拱呢，他就去拜了，希望考上这个功名呢，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他就到关帝庙去烧香以后呢，这天晚上呢，他梦见关帝呢，啊，在梦中告诉他说呢，因为关帝呢，他知道他父母的关关旧呢没有埋葬，那关帝就跟他讲，因为关帝呢。 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那也是我们佛教里面的一个护法神——伽蓝菩萨，啊，他就告诉这个罗拱说呢：“你是一个读书人，孔夫子说论孝道，曾经说呢：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祭之以礼。现在你的父母去世这么久了，你还不安葬，这是你大不孝啊！阴间呢，对你已经记上一件极大的罪恶了。” 你恶报难逃，不必再问什么前途功名的啦，还早日回家去吧。关帝就给那号在梦中训了一顿了。罗拱听了以后很不服啊，他在梦中就跟关帝对话了。他说：“我还有个哥哥啊，父母的遗体没有安葬，我哥哥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呢。啊,啊，有什么罪的话，也要分一些给给我哥哥啊。”哈，为什么 因斯都把这个罪过记在我身上呢，关帝就怒斥他呢，啊，他说你是一位读书人，你读过孔子圣书的人，你应该明理知义，你知而不行，罪加一等。你哥哥是一个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人，庸庸碌碌，他是一个凡人，不值得这样给他苛责，怎么可以把责任推到你哥哥身上去呢？ 哎、欸，所以呢，举头三尺，有神明呐、啊。我们讲说什么啊？天眼洞视，天耳测听。我们这边讲一个悄悄声呢，天上啊，我们悄悄讲一些，你不要跟别人讲哦。啊，天上如雷贯耳，啊。 罗拱一一觉醒过来以后，很惊恐，急急忙忙的雇船呢，就回家了。就在返家的途中呢，竟然翻船呢，而溺毙在水中了，死了。好，这是一个在发生在宋朝的一个罗拱的这个不孝的故事。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古之孝者，如曾子读礼，章经。 敏智一言安母，老来戏彩于亲。花宝不惯痛哭，博雨受杖悲泣。王婆盘剥哀嚎，郭平拥立葬亲。江葛行庸共母，各具自信自勤。 卓览为百世典型，今在列举数事，以告世人，共知观化。啊，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这个字句解说哦，读礼，哈，曾子读礼，占今，这个读礼呢，就是居丧的时候呢，诵读有关守亲丧的礼仪，这叫读礼。 那么沾巾呢？沾巾就是泪流满面，把衣服呢都弄湿了，这叫沾巾。名字呢？这个名字是指闵损，就是闵子骞，孔子的弟子。他是春秋鲁国人，孔子的弟子，他以孝友闻于世，他的德行非常的好。他年轻的时候呢，他的后母虐待他。 用那个棉絮的衣服呢，给他自己的两个儿子穿，因为他的后母呢还带了两个儿子。那给闵子骞穿的衣服呢，是如花絮所去做的衣服。那用棉的衣服比较好啦。那父亲知道以后呢，非常的生气，要把后母呢赶出去。那闵子骞呢，就向父亲求情了、啊。他就说了。 母在一子寒呐、啊，母气三子单呐、啊。他说：“母亲在呢，我穿衣服穿的比较不好，没有关系，我一个人冷。可是母亲不在了，他所生的两个儿子跟我三个孩子就孤单了，叫母气三子单呐、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呢，门子谦呢很有度量，心量广大。” 而且呢，很有忍辱心，啊，霍母才免于被他父亲赶出去的命令，因而呢，他霍母就改变了，就领悟了，啊，这个叫闵子骞的孝顺母亲的故事。那么老来呢，这个我们常常都听过老来子，哈，他是春春秋末年楚国隐隐居的一位读书人。 我们一般叫老来子，他本性呢非常孝顺，他到七十岁呢还穿那个五五五彩色的斑彩的衣服呢，像小婴儿一样模样来逗笑他的父母亲，让他父母亲呢哈哈大笑，啊，那现在怎么样呢？你要不要在家里扮老来子呢？ 讲佛典故事给父母听呐，啊，分享哦，你学佛的这个成就，或者呢，你自己本身呢一些改过忏悔的事情来给父母听，啊，或者你在在工作、在创业的过程里面，你碰到的一些酸甜苦辣，啊，你来分享给父母听。 或者有好的东西呢，哎、欸，供养父母。就一般你世间的他如果没有学佛，一个很好的音乐会，比如说台湾呢，那么就有很多，比如说老歌啦，这些老人家呢喜欢怀念二三十年代的老歌，所以老法师在新加坡的时候去参观那个安养院呢，啊，就告诉那边的安养院的义工呢。 还有那些护理人员讲啊，他说：“你们在这边放的音乐呢，不要放现在的音乐呀。”他说：“你放现的音乐，那些老人家他不习惯呐，他怀念他那个年代。他比如说，他今年已经六七十岁了，那他就怀念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上海、台湾早期那一种黄梅调，比如说那种老歌啦。”老法师说：“你要放那种音乐呢？” 去安他们的心呢，啊，有些安养院你不见得要放阿弥陀佛啊，你慢慢在度他们呢、啊，先以立过千而后入佛智啊，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喜欢听啊，我们这边有莲友在专门做老人关怀的，他就是给他们说法，你一定要记得佛陀的交代，先以立过千而后入佛智。比如说我现在每个月。 我都有发动联纽去帮助我们这里基隆一个基隆脊衰损伤协会，他们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时候工作伤害他们的脊衰受伤了，就坐轮椅啊，两个脚不能走路了，那坐轮椅的也是很不方便呢、啊。他要到市中心，他要下楼梯怎么办？那台湾呢，在这方面的规划还不错，它就有富康巴士。 啊，那富康巴士呢？富就是恢复的富，健康的康，它是一个特别的设计。这一部车里面，它会有那个升降机下来，那坐轮椅的就到那个升降机，它又抬上去，就到富康巴士里面。那富康巴士就把他们送到他们要的地方，他们就可以下来，去逛街啦，去买东西啦，这叫富康巴士，哈。那基隆这个脊髓损伤协会呢？ 我上次是通过我，我基隆的干姐姐呢，他们每年一年一度的冬令救济，我去那边帮助他们，给他们发放白米，还有沙拉油给那些穷苦人家。那我就看到这一群呢，菩萨呢做那个伦理，我很感动。啊，我看他们脸上没有苦相，很快乐。我说，哎、欸、呀，他们怎么活得那么自在，活得那么快乐？我就问他們你们是谁啊？ 他们就说：“我们是基隆脊椎损伤协会的会员呐。”我说：“那你们有学会是不是？”他说：“对，我们有成立学会，我们大概有一百多个会员，啊，我们专门互相照顾、互相关怀。因为他们两脚受伤以后呢，他们受了很大的打击，他们自怨自哀，他们说：‘为什么我的命运是这样？为什么你可以走路，为什么不能走路呢？’”那我很感动，以后我就好，那我来花动点纽呢，一个会帮助你们。 八千、九千、一万块，我说你们那个沪港巴士呢？国家给你们那个车子，啊，你们有没有油呢？一共油都不够，汽油都不够，所以汽油不够呢，那车子就不能发动了。哎，那我就去发那个愿，就去帮助他们呢、啊。结果刚开始去的时候呢，他们常常跟我埋怨，埋怨什么？埋怨命运。他们不知道祸福。刚刚讲祸福各有因缘。 他们不知道因缘，佛法讲三世因果，过去所造的因，啊，一知前因一世因，今生做做事；一知来世果，今生做做事啊。我跟他们讲，他们不相信，他们听不进去啊。哎、欸，先你立过天，我给你们送，给你们加汽油的钱过来，来扶持你们。哎、欸，慢慢他们就跟我很喜欢听我说佛法啦。 他说：“哎呀，黄师兄，你在给我们开示啦，跟我们说英國啦因果因哎，他们喜欢听因果故事，所以你到老人院去关怀啊，很简单，你讲孝的故事，讲儿女的故事，啊，你让他们讲那些高兴的故事。你可以唱一些佛教歌曲给他们听，说唱一些老歌给他们听。你要先安他们的心，再来慢慢跟他讲佛法，如何求生净土，如何离开。” 生死轮回，如果离开病苦？如何离苦得乐？他们有些人也是很可怜，做伦理哦、喔，还要挂尿袋，就是他们呢啊排尿不方便呢，还要挂一个尿袋在外面。所以你知道他们心里很苦。他们也常跟我讲说：“黄师兄，你不了解啊，我们这里面很多做伦理的走不出来啊，埋怨家人，埋怨这个社会，埋怨国家。” 埋怨祖先都在埋怨，他们活在一个痛苦世界呀、啊。所以，什么叫做南无九华山幽冥世界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呢？什么叫幽冥世界？老法师在地藏经里面开示啊，幽冥世界就是习气烦恼都很重的那个地方，叫幽冥世界呀、啊，苦不堪言。 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面，那叫幽冥世界啊！结果这次啊，上个月在送那个护士的费用给他们，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他们在换我讲那个英国、啊、民英国解业力信如圆满人生那个英国的录影带，再换给他们那些做伦理的听。然后我这一次机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出来，他们的心境有转了。 每个人都很快乐。他讲他们哦、喔，看我那个明因果解业力、幸福圆满人生的那个因果录影带的心得，嚯，他就跟我讲：“黄师兄，我明白的啦，因呢是三世因果了。”哈，我我比他们更高兴的時候，你们终于心转了，若能转进，即同如来啊！什么叫如来？放下的嘛，心地清净的嘛，没有烦恼的嘛。” 不会有苦肉忧喜舍，不会自怨自哀的嘛？如果你不这样帮助他解脱，他就带着恨跟怨离开这个世界，来生还是苦。这叫什么？从敏入敏，从苦入苦。吴量说你们不是这样讲吗？敏就是黑暗呢，从敏入敏，从苦入苦。 所以我们要必须要发菩提心，我们要帮助众生。这是一个五浊恶世，众生都很苦。有人不是身苦，但是他心苦，他烦恼苦、病苦、五蕴苦。你要去救拔他们，啊！所以呢，你怎么对父母能够学老来子呢？最好的方法。 慢慢让父母开始行善，啊，积功累德，哎，注印经典，做善事。哎，妈妈你，你爸爸，你借你一下五百块，啊，借你一下三百块，让他种下资料。他有福德资粮，我们什么讲？他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福报够了，你讲的话他会听。你德行够，你讲的话他都听得进去。 如果你自己学火没有做一个典范，没有做一个表率，你习气还是一大堆，你毛病还是一大堆，你讲话口气还是那么不好，你又没有尽到孝顺，你的生口音都不亲近，你叫你妈妈只有你妈,妈说，那你也跟我一样，你你你你以前都这样子，你根本就没有改变，你怎么度他们呢、啊？你要怎么办？你自己先改变，你的脾气要改。像我以前脾气不好啊。 那我现在变得脾气很好啦，我在家里，啊，我就不随便发脾气了。吴润姐，你要是给我晚上十一点回来，我马上就变脸了。台湾话叫变脸了，哈，台语叫避面了，就脸色就很不好看了哎，现在不会了，各有因缘。我先跟你讲道理，不能太晚回来，太晚回来七点在哪里？我给你风险讲给你听。 你又後,后来就慢慢就知道了。他说：“就有一天跟他妈妈讲，就在爸爸现在脾气变得很好啊。”你叫他写，我他就肯写了。哎，对不对？你自己要先改变。那慢慢在度父母进来佛门皈依三宝，然后再听经文法，慢慢最后呢，然后求生机的世界。你照顾他的什么？他的，他的性命，真正照顾他的心灵。 叫做真姑血，让他得到解脱。那印光大师说，这个叫什么？真正的孝慈，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呢，我们学，当然了，如果你可以，你又很孝顺，你不妨在家里啊，你可以学老现在的老来子，你也在，啊，表演给妈妈看，哎、欸，也不错啊。 那最好呢？比方说啊，你的儿子呢，你的女儿学《弟子规》，回去呢朗诵那个《弟子规》给、啊、哈这个爷爷奶奶听啊，奶奶听了就很高兴啊，这个也可以哈、哦。太太的这个弟弟啊，他的女儿是安安的，小安安呢，他原来是在大陆出生的，大陆广东广州，那他现在搬到台湾住呢，就跟我岳母住在一起。 那我想说讲堂嘛，有《弟子规》嘛，那我就请他妈妈呢，他妈妈是广州人嘛，我说你带他呢，来讲那些《弟子规》，他就进步很多啦。啊，我们就叫他媳妇啊，叫慎重追那有一天呢，我师姐就问他了，刚好是我岳父的忌日啊，就往生的纪念日啊，然后他就问他说：“小安啊，你知道今天是谁的日子呢？”他说：“我知道啊，今天是爷爷的忌日啊。” 他说：“那要怎么样呢？”他说：“要慎重追言、啊。”那我直接问他：“那你有没有跟爷上香呢？”他说：“有。诶”哎，孝的观念就布下去啦。然后他以前都会吵的时说：“他生日的时候，妈妈要买什么玩具呀？带他怎么去吃什么啦。后来他就画一个画，他说：“啊，原来我的生日啊是妈妈的母难日，所以我必须呢要孝顺父母。这一天我不能吵妈妈。”哎，他就进步了。 所以人是教出来的，好人也是教出来的，好祖孙也是教出来的。那有一次更好笑了，那啊教他洗衣服啊，那怎么教他呢？他因为以前习惯没有改掉嘛，哈。那我们在上《弟子规》都会讲洗衣服的观念，让他看影片嘛。那他就用那个卫生纸啊，一次就撕一张卫生纸啊。那生以后呢，他弄一弄又丢掉了，那。 我岳母就跟他讲说：“啊啊，你这样不洗衣服啊？那那个卫生纸这样拿起来就丢掉，那制造这个垃圾也不好啊。”讲完以后，他就知道了，他就有这个悟悟性了、啊。那第二次呢，他再去拿卫生纸的时候呢，他就自己没有先用，知道长者先，幼者后，他就知道了。他就去把卫生纸拿来以后呢，就跟奶奶擦个脸一下，擦完以后呢，再去擦他妈妈。 擦到后来就剩下自己用了，他擦完又在自己的折放在这边，那眼睛在看着奶奶，他眼睛，他奶奶就不再讲话了，然后那奶奶就哈哈大笑了，为什么？这个小孩子已经乖巧听话了嘛，这也是一种老来子让长辈高兴的一种方式啊，啊，讲故事哈，这个地方，所以老来子呢，他到七十岁的时候呢，他把自己。 穿那个五彩服呢，像婴儿一样在地上呢打滚呢，来自娱娱乐他父母，啊，他倒地以后呢，那是因卧地为小儿体，啊，啊，这个地方老来子孝养二亲，行年七十，婴儿治娱，早五色彩衣，长起江上堂，叠铺因卧地为小儿体，哈，这个是孝养长辈。 好，再来看于于谦呢，就是让父母欢乐啊。那花宝呢？花宝就是南朝南北朝的时候齐晋领胡齐人，他父亲呢，他父亲叫做华好，他父亲在东晋安帝义熙年间呢，他负责保卫长安。那花宝当时他是八岁。 他父亲呢，花好要去保护长安的时候呢，他有跟花宝说呢：“我会回来为你加官。”加官就是他这个成年的时候要有个加官礼啊。后来长安沦陷了，花花好呢，后来死了。花宝呢，到七十岁还不结婚不加官，有人问他呢，他却很伤心的痛哭流涕。 他不忍心回答：“这就是花宝不惯痛苦的由来。那伯羽受杖悲弃呢？伯羽是韩伯羽，好，韩伯羽呢，他是西汉朝代死的人，他很孝顺。他母亲用棍子打他呢，他大声的哭泣。母亲就说了，他说我以前打你，你都不哭。” 现在打你，你为什么哭呢？韩伯雨就说了，他说以前打我的时候呢，觉得很痛，知道母亲呢，你身体还很健壮，所以用用的力量比较大嘛，所以打下去会痛嘛。现在你打我，觉得不痛，就表示什么？母亲，你的体力不行啦，你老了，所以我我哭泣，这叫博雨受杖悲泣啊。啊，这个都孝顺的故事啊。 我们如果不读《太上感应篇》，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孝顺的故事啊。你就可以把这个讲给你子孙听啊，讲给你儿子听呢、啊，讲给你女儿听呢、啊，这、就是孝的教育呀、啊！啊，王普潘博哀好。王普呢，他是这个西晋山东银沂人，他很有学问，啊，很有才华。 他父亲呢被司马昭所害，王婆终身呢不向西坐，啊，以表示呢不臣服于晋朝。他允基呢教学生，他读到书籍里面提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他就痛哭流涕。所以学生呢啊就把这个“苗我篇呢就把它拿掉了。 这个叫王婆呢，潘勃哀嚎。那为什么潘勃哀嚎呢？因为他在坟墓旁边有做那个博士嘛。那王婆他都会去祭拜他的父母嘛，他就会这个攀这个博士呢悲嚎，啊，他眼泪掉下去的，那个树叶都枯掉了。好，这个在禁《晋书》呢《孝友传》里面。 有提到王婆这个人故事啊，也是个孝子，叫王婆攀博哀好郭平庸力藏亲，郭平呢，他年代不事迹不详。佣力呢，他去当佣人呢，来出卖劳力供养他的父母，这叫郭平庸力藏亲，来埋葬他的父母亲。江革呢，行庸共母。江革呢，他是。 他是这个齐国临之人。他年轻的时候呢，父亲就死掉了，单独跟母亲居住。那当时天下大乱，盗贼很多。那江谷呢，就背着他母亲逃难，经过很多的这个危险。他常常去采食其一个食物呢，给他母亲吃。他有几次遇到盗贼，啊。 江谷呢，就跟盗贼哭泣呢，说他请他放过他呢，因为他有老母要供养。后来感动那些盗贼呢，还告他告诉他呢逃难的方向。好，这个就是江谷形容呢供母，他去帮人家做做工呢，来供养母亲，做故工然后形容就做故工。 左览呢，左览就是高远特立的样子。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结束。好，古时候的孝子呢，向曾子读到《击伤》的时候呢，儿子应该守的礼仪，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曾子都泪流满满襟了，啊，把衣物都弄湿了。那么闵子骞呢，他的父母呢？ 拿那个比较不好的衣服哈、啊，这个不好的衣服给他穿呢，啊，后来他父亲知道以后把父母赶出去呢，那门子健就讲讲一句话呢，“母在一子寒呐、啊，母气三子单呐、啊”，这句话终于能把他母亲呢保住留下来。老来子呢穿这个五彩服呢，啊，来娱乐他的父母亲。 花宝呢？他呢？因为父亲花好呢，在长安呢，死去了。他到七十岁呢，还不结婚不加官呢、啊，以示对他父亲的哀悼。韩伯宇呢，受他的母亲葬者太亲了、啊，他知道母亲年老体衰而痛哭啊。王婆呢，去祭拜他的这个。 父亲被杀呢，他攀爬这个博士呢，伤心的哭泣。郭平呢，他因为家贫呢，去帮佣赚钱来埋葬亲人的遗体。江格呢，他因为家穷，只好帮人为佣呢赚钱来奉养母亲。这些人都具有自孝自勤的精神，他们的孝心呢、啊？ 自信自情什么意思呢？就是自信就是跟性德相应啊，哈，所以他跟性德相应以后，所流露出来的就是性德的德能，这真诚，那就是自信自情卓然为百世典型，所以他们可以传之久远，成为百代的一个典范。 现在呢，那么在几这个几件事情呢，啊列举数事呢，以告诉人，啊，共知观法。下面就开始举一些孝顺的故事呢，来告诉世间人呢，啊，可以作为一个观法，就是说学习。好，那么再看看下面这一段呢，我们来念这一段。话书曰。 文昌帝君以捉出降生无秽间，事父母至孝。母年六旬，菊发已备。帝为神居三日，夫口中充满土石之有膜肉绵，浓乳如米，乃举根也。母岁安。 而以病酒累战，亦曰：此故己以人补人，增补其真，舒可贫富。地因中意枯骨肉，烹而尽之。忽闻空中语曰：“上天以耳存笑，言母一寄寿，果育地年三十六，父母亡。” 自此，本茶营帐，枕块墓旁，中山连户，洪水爆发，地灾戒所焚，日夜诵大洞经不错，并严世严使金像，其免水患。及水退，见坟前溪谷，变为高岭，广离喜。 至是，松丘永无恙矣。卒后，上帝命主君山，后父生以张氏，是宣王以尹吉甫为友，既斯所谓张仲孝友也。今世人日奉文昌，而不知帝之得逞圣果，潜在孝友。 故守录之，以示读书君子。好，我们来看这段的字迹解说。画书，画书呢是志同，帝京画师。好，传人不详，大概是在元代。四卷，收入到账这一部呢，是写文昌帝君的传记。 假托文昌帝君降坛治世，啊，那么在延仁宗延佑三年呢，加封为智统神号辅元开化文昌丝路，弘仁帝君，并是妙哦，啊，这文昌帝君呢，他他李氏里面呢，他都这个示现在人间了哈，所以。 里面称帝京呢，生于周朝初年，名张善熏，啊，为周朝医官。周宣王时又托身为大夫张宗仕。汉初呢，托身为汉王如意。我们讲过，如意太子被这个李后所害，就是这里讲的汉王刘邦的儿子，好二太太戚夫人所生的如意太子，就是这里讲的。 汉王如意也是文昌帝君呢示现的，又托身为清河令张勋，西晋的时候呢托身为张雅，最后呢在元朝初年托身为天师张宗演。他所述的托行显化的故事呢，多为编造的这些啊一些故事，它内容主要是孝亲敦宗。 晋忠、荐贤、恤孤、闵士、明经、获胜，啊，显灵等等，啊，先养忠孝伦理、善恶报应为主，融合儒释道三家的教义，啊，那所以这个话书呢，它是道教的书籍，我们一般叫做文昌话书。如果你们现在有读那个《文昌帝君阴字文》。 广义节录，它就是从文昌画书呢演绎而来的。那么《文昌帝经阴字广义节录》呢，是清朝周安世居士他所编辑的，他等于他写的注解。好，那《文昌帝经阴字文》跟《太上感应篇》呢，是印光大师非常赞叹的，啊，人间的善书。 那《安氏全诗呢，是周安世所编辑的，它分成四个部分，一个就是《文昌帝君因骘文》广义节录。那么第二个呢，叫《万善先知集》，《万善先知集》呢，就是叫你戒杀。那么第三个呢，叫《义海回狂》，就叫你戒淫。那么第四个呢，叫《西归之子，叫你求生极乐世界。因为《楞严经》里面讲呢，没有办法处理三界呢，就。 两件事情，你没有除恶务尽，没有断除，一个是杀业，一个是淫业，这两个是轮回的根源。所以印光大师说呢，印光大师赞叹这个朱安世居士呢是菩萨化现，他说从本念轮再下来的，非常赞叹他朱安世居士。那文章话书呢？ 他有些呢，都会引用到现在的《文昌帝君殷志文》《广义节录》。那我我早期有翻这本书，翻到一半，后来因为英年不记住就停顿了。我将来也是很希望有英年有机会能够来讲《安世全诗，就讲这四部啊，《殷志文》啊，还有《万善先知，还有《义海回狂》，还有《西归之祖》。 希望有机会呢，将来有一年呢，能来讲这一部，也是印光大师说呢，啊，这个天下第一奇书，就是《安世全书》啊。那么《文昌画书》呢，啊，它是编辑在五代的时候，又名《齐丘子》，分道术、德、忍、慈、简等六画，共一百一十篇。这个是文昌。 话术的由来，那接下来这个文昌帝君呢，他是道教的神。相传呢，他是张牙子，他住在四川呢曲曲山。后来他在晋朝时候当官呢，战死，后他后代的人把他立庙呢，盖庙祭祀。唐宋的时候呢，封为王；元朝的时候封为帝君。 长人间功名，那文昌帝君呢？他又叫智同帝君。据宋元道世一智同帝君降笔作《清河内传》里面讲呢，文昌帝君他降生在吴会间，哈，他生在周朝，经七十三次转生呢，一直到做到士大夫，一直都是做士大夫，都当官的。或者在后来在西晋末年呢。 降生在这个南方呢，名叫张鸭子。他平他年轻的时候呢，他的操行就异于常人，常常有隐遁的想法。他夜间呢，自己在一个房间里面呢，常常自笑，啊，全身呢就会发光。那么邻里呢就很惊讶，纷纷向他祈祷，后来就很灵验，后来他登仙了、啊。 一王大帝呢，命他掌管文昌星神的事情，掌管人间的俸禄。吴会呢，吴会就是在啊，现在的这个我们的江苏这一带，哈，会稽县。那局呢是所长背部长那种恶性的隆疮，啊，我们叫做庸局，它是因为。 血型不良就是血液循环不好，毒子呢淤积而而生的，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的肿瘤，啊，壅仓哈，壅仓，啊，壅举和壅举，神举就是用口呢去把那个毒疮呢把它吸出来，累在呢，累在的意思就是他这个病呢非常严重，非常疲累。 痼疾呢，就是这个病呢啊，积久难治。贫户呢，贫户就是恢复。中夜呢，就是半夜。菇骨肉呢，菇就是割，割它腿肉，骨肉就是腿肉。那么一季呢，一季寿就是十二年。本茶呢，本茶是啊，就是。 挖土的这个器具、哦，的农具哈，这本茶，银葬呢就是埋葬，整块呢就是古代所丧期间呢，他碎那个土块，表示很悲痛，好，斋戒呢，斋戒就是啊，祭祀的时候沐浴更衣，不饮酒，不吃荤，不近女色，表示很虔诚哈。 澳门佛法里面有八关斋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不找香花蔓、不相不相徒生哈，那么不歌舞娼妓、不往歌厅哈，就是说在八关斋戒的时候，你不能涂那个香水，哈，也不能够去看那个电视的节目、歌舞娼妓，哈，不坐卧高广大床，还有不飞时食，就过午不食哈，日中一死。 这个八卦在这哈，大洞经呢是道教的一本经错呢就是停顿，原始呢就是道教的神叫原始天真，高陵就是跑出来一个小山丘啊，履喜呢大概一里左右，松丘呢松丘就是啊父母坟墓旁。 所种的这种树木叫松丘啊，松丘，无恙，啊无恙就是没有没有毛病，没有忧患。君山呢是在湖南洞庭湖口，又名香山。宣王呢是周宣王，周朝的第十一位皇帝，啊，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继位以后呢，他这个任用。 木工、招木工以及捉定公啊，尹吉甫等大臣整顿朝政，让衰落的这个朝周朝呢，一时有复兴的现象。这周宣王，尹吉甫呢，他是周宣王时代的大臣啊。张仲，张仲呢是西周人，在周宣王的时候呢，他是一个贤臣，很孝顺，跟尹吉甫呢非常好。 孝友呢，是侍侍奉父母非常孝顺，对兄弟非常有爱，叫做孝友。我们来看这段的白话，在文昌话书里面说呢，文昌帝君呢，他在周朝的时候初年呢，降生在今天的江苏吴县，就是吴会。他对父母亲呢，非常的孝顺。 他母亲六十岁的时候呢，啊，菊花已背背部长了那个恶疮，文昌帝君呢，他呢用嘴巴呢，用嘴巴把那个毒疮呢吸出来，吸了三天，好，忽然间口中呢充满的一些东西呢，他把它吐出来以后，仔细看呢，像一个薄膜呢，像棉的那种薄膜。 这个很不简单哦，这非常的真诚才做得到。这表示说呢，这个孝子他跟性德完全相应，也就是说，他在吸的那个毒场的当下呢，他没有偶像了，他远离恐怖颠倒，啊，到这个境界的他就是菩萨。我们读《心经》里面讲：无忧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 这这种菩萨就是已经解脱了，他吐出来呢，像一粒米一样，那个乳脓乳，就是那个化脓，乃是那个毒疮的那个那个根呢、啊，就是那个病源，他母亲就好了。后来因为他母亲生病生很久呢，累在呢身体很虚弱，医生说呢这是顾忌，这是拖了很久的个病，希望呢，以人补人，增补其真呢、啊。 就说必须要用这个啊，人肉来补救了，蒸汽来补人的蒸汽了，那他这个病人就可以早点恢复了。于是文昌帝君就在半夜呢，用刀割自己的腿肉煮给他母亲吃啊。忽然空中就说了：“上天因为你很孝顺，纯孝就是至孝，延你母亲的寿命一纪十二年。”果然呢，他母亲病就好了。 那文昌帝君三十六岁的时候，他父母死往生以后，他自己拿了这个本机呢，哈，来亲自埋葬，用土块做的枕头在那边呢，如木住在那边呢三年，就是守孝三年。或者有一天洪水爆发，这个文昌帝君他在守孝期间斋戒，每天送大洞经不停，哈。 他侍奉元始天尊，后来水灾就停了。水退了以后呢，坟墓前的溪谷呢，就跑出一个山丘出来，大概一里多。从此他把它种那个松树呢，永远就没有这个水患了，就是感动天地。后来文昌帝君往生以后呢，上帝命他做君山的山神。后来又出生在张氏，在卓草的时候呢，胡氏呢，周宣王跟尹吉武是好朋友，是好友。 就是《诗经》里面所讲的“张仲孝友”。现在读书人呢，每天去拜文昌帝君。比如说，我们像台北龙山寺要考试的时候，会把准考证放在那个地方，会放什么菜头？台湾的习俗就博个好彩头，还有放那个是红梨啊，可以旺。比如说考试像粽，就放那个啊粽子。哎，台湾的是到文昌去买粽子给文昌帝君吃。 而不知道地主得成圣果，他不知道文昌帝君开悟成圣人，全部都怎么样？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啊，故所入之内，已是读书君子。排在这个孝顺的故事的排第一位，就是要告诉这些读书人，你要学习文昌帝君的校友啊。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呢，你真正做到孝顺，你必然得功名，你必然都开智慧。 你就是菩萨，你就是人间的菩萨，所以你要真正讲去读书啊！你要不管是高中考大学，大学考硕士、考博士，啊，很简单，你不用一直拜文昌帝君，啊，不要像台湾这些考试学生啊，到龙山寺去拜这个粽子啊，拜这个葱啊，啊，拜这个菜头啊，哎，好彩头，啊，不用。 也不要放准考证。我看那个，我去看的时候，他都会把准考证特别摆第一位，一个再叠过一个，再把它放上去。那文那天看到我的准考证是几号，这有一点太迷信了吧？你好好像是妈妈、爸爸帮爸爸妈妈做做家事，啊，学这些。刚才我们练的贞子的、啊、门子谦呐、啊，啊，这些故事，我们说刚才所讲这几个故事，你去学。 曾子、孟子谦，还有老来子、伯瑜，哈、王婆、郭平、花宝，你学他们这些孝顺的故事，那么你的孝行就会感动天地，那考试功课一定进步的。啊，那么这个我们这边讲堂呢，就有帮助一个百会呢，他就是功课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他很孝顺，我们就学他呢。 请他来当《弟子规》的小老师。那他刚好有个同学呢，他的妈妈呢是毅然嫁过来的女子，啊，爸爸脾气不好，很暴躁，他那会打妈妈。那我们这个百会学《弟子规》呢，百会小妹妹就学《弟子规》，她就有这个悲心，就有做到孝友，都有母亲孝顺，对祖母阿妈孝顺，还做到校友，当众孝友。 有一次我去他阿妈跟我李头华，我说那百惠呢？他百惠去陪他同学，他同学爸爸呢？啊，常常暴力相向，百惠去给他安慰。你看这么小就当做菩萨，所以我听他阿妈跟我讲，这个春美叔姐跟我讲，百惠考试都前三名，就是跟文昌帝君一样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如果讲到不妥之处，请贵同修大德批评指教。阿弥陀佛。